数一段。哎，对，我们三个人说段相声。不要，今天呢，我呀给大家来一点新鲜的。你有什么新鲜的？脱衣舞。哈哈，小女神，你是得了吧？你这样把大家都气跑了不成？什么话啊？就说你会跳就会脱，没有人要看的。那我走了，我不去，我不走吧你。哎不，你也给我下了。是他们。
这个它是怎么烤的，怎么手续，你都知道吗？当然不知道，哎，我是问它是怎么飞进来的，你跟我手续干什么？就是嘛，不是用闷着烤的那边烤吗？烤的很热，这鸭子觉得太闷了，不乐意啊。厨子一开盖检查，看看啊有没有烤熟啊，这鸭子一个急性就飞上来了。这鸭子是烤了半截，都没有脑袋，它怎么会飞呢？还真会飞呢。可是你不是说它不会飞，它现在就飞，你怎么办呢？怎么？不可能，不像我。哦，对对对，那就是出了点事，那楼下有出事了。出事了。就是那个有只那个外送的烤鸭嘛，啊，就有个小伙计用圆蛋勾勾着那个鸭脖，骑车给人送，刚上车，哎，碰见一个小孩了。他摔下来，手一甩，就把这烤鸭给甩上来，那个鸭脖还挂在上面，所以他说飞来一只烤鸭子没脑袋。哦，是抡上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越听越糊涂。哎呀，真行啊！哎，这个外套，三个月没问题。哎，不过你先这么大一点呢，这穿着有点紧。他知道，今天早上他六星吗？你说那个星？